然后他说，你们不要给我欢送会，来欢送也是都是虚假的，然后怎么都没有人挽留我。
他篇，我要一心称谢你，在诸神面前歌颂你，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的慈爱和诚实称赞你的名，因你使你的话显为大，过于你所应许的。我们一起祷告。耶和华，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在这个时候再次的召集你的众儿女们来敬拜你。天父，谢谢你聆听我们的祷告，让疫情稍微有一点点的缓转。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继续求你按着你的旨意继续的医治这一块地图以及人心，让更多的人能够回转归向你，过讨你喜悦的圣洁的生活。愿我们今天的敬拜和赞美到你的宝座蒙你的聆听，得你的悦纳。我们简短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用我们的诗歌来赞美我们的神，邻里生活。十字架上与主同死，同葬且同复活，如今一同升到天上，活着不再是我，主主里面占领一切，看主所看，说主所说，求主说，就做主所做，他是我主，不是自己努力挣扎，是主里面动工，不是自己模仿基督，是主里面长大，主主里面变化一切，爱主所爱，乐主所乐，有主所有，福主所福，主喜我喜，不是自己想做什么，只愿主旨成就，不是自己奢望什么，只愿主话成全，主主里面实现一切，听主所许，信主所许，求主所许，望主所许，主化必成。世人同负一轭，乐在主内同工，不是自己单独追求，也爱彼此建立，主主里面联络一切，同心
家。我们唱你为何拣选我，主你为何从万人中拣选我做你儿女，你知我过犯那么多，哦主你赦免了我，你看我罪过，赐下爱子耶稣拯救我，哦主帮助我成为你的样式，顺服主的旨意永不渝，如今深深之爱竟然领导我，我愿歌颂赞美主名，求主恩典多稀奇，求主怜悯大有多，使我细思量难明了，哦主帮助我成为你的样式，顺服主的旨意永不渝，如今献生命好，下面我们请弟兄姊妹，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到天父上帝面前来向他祷告祈求。爱我们的天父上帝，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今天我们每个属你的儿女
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一起来赞美你。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万民啦，我们都要拍掌，要用夸声的声音向神呼喊，因为耶和华至高者是可畏的，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我们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求神赐力量给他的百姓，求耶和华神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我们今天怀着感恩的心，一起来敬拜，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也是特别为今天的主的崇拜祷告，愿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同心合一的来敬拜，来赞美神。我们也是为蒋元林牧师所要分享的信息祷告，也求神你加添给林牧师有精神体力，把当讲的话赐给他，是教导我们弟兄姊妹能够明白，也能够是弟兄姊妹能够知道主耶稣基督在末世当中对我们有哪些提醒，有哪些警戒，是我们不忘记起初神呼召我们拯救我们的时候，我们从神来所领受的爱心。也求神来帮助我们，真的在这末后的时代，我们都有一个谨慎警醒的心，免得我们受迷惑。因为主耶稣也教导我们，在末时必有许多人要受陷害，并且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了。也求神来帮助我们，既然作为神的儿女，作为神所拣选的子民，我们就存着爱心，我们彼此包容，彼此饶恕，要思想到主耶稣他是如何来饶恕我们，饶恕我们的过犯，我们也要当怎样饶恕人。我因为唯有爱心就是使我们能够联络全德，使我们传人传心，在主里面，在爱里面能够彼此相连。我们来到天父上帝面前，因为为我们所居住的地方，所居住的加拿大来感恩，因为一切的平安都是出于神，各样美善的恩赐，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我们为着这个病毒，这个瘟疫在加拿大在地上能够最终得到控制，我们也求神来祷告。我们是很感恩的，目前加拿大安省的疫情能够有渐渐的改善，目前也有越来越开放。我们愿弟兄姊妹和家人们，我们仍然有谨慎的心，做好我们基本的一个安全防护工作。我们也是为我们麦金国语堂，今天我们有诗歌敬拜的团队，我们一起来到教会，有实体的大家一起来敬拜感谢神。我们也要继续为麦金教会，为我们国语堂能够将来能够恢复实体崇拜，我们有各样的预备也祷告，真的要求神赐我们有智慧，有能力，在实体开放以前，愿我们都能够有做好各样的预备，也求神特别预备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心，好叫我们能够在各样的事工上，包括师班的预备的恢复，事情的预备，指挥的预备，还有交通啊、迎新啊、招待，包括安全卫生等诸多方面的安排，也求神来帮助我们，好叫我们弟兄姊妹能够至终的，能够面对面的，能够实体的在一起来敬拜，来赞美神，我们的感谢神。我们也是为着弟兄姊妹在神面前他们所献上的爱心，他们所要献上的十分之一，我们也感谢神，求神你来悦纳，也来使用，巴不得成为更多人的祝福。以上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下面是读经的时间。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启示录第二章一到七节。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错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的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肉园中生命的果子赐给他吃。今天呢，我们的经句是第二章五节，那我们一起来读两遍。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第二章五节。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并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启示录二章五节。弟兄姐妹朋友们，主内平安，感谢神恩典。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想一个主题，劳苦忍耐中勿忘起初之爱。那我们首先来到神的面前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荣耀的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我们感谢你自己的恩典。你当年借着使徒约翰把主耶稣基督教导给教会的话传讲给我们，我们就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求恩主你自己来引导也保守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有聆听的耳朵，让我们有受教的心，来明白耶稣基督今天要亲自教导给我们的，帮助我们能够省察，能够领受，也能够真实的悔改，让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田，能够因着你的话语，我们的生命结出30倍、60倍、100倍的果子出来，来荣耀你的名。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中间大部分弟兄姐妹都是第一代的新移民，对于第一代移民来讲真的很不容易，我们来到一个新的国家，要在这边重新找工作，这边适应新的生活，我们付出了很多代价，付出很多的辛苦，我们在原居地放下了许多，放下我们在那边很好的工作，很好的人际的关系，很多的亲情，我们付出很大代价来到这个新的国家。其中一个重要的一个考验，是我们盼望给我们的孩子们提供一个对他们更好的学习、工作、他人生发展的一个机会。所以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孩子，他不好好学习，不好好读书，不好好工作，作为父母，我们心里有时就很焦急，甚至很焦心。如果看到我们的孩子行为上不妥，做出一些不好的事情来，我们做父母的就更加痛心。我们付出的代价越大，我们对我们的孩子的爱越深，我们盼望我们的孩子能够好好生活，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好好悔改改正的心就更加的深切。这就是父母的心，爱之深，责之切。弟兄姐妹们，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心，同样是爱之深，责之切。为着把我们带入神的荣耀美好的国度里面，耶稣基督放下了天上的荣华荣耀，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甚至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舍去他的生命，他流出他的宝血
把我们带入神的新的国度里面。今天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活出耶稣基督要我们活出的生命，就是天国子民的那种生命品格，如果今天我们的生命软弱，如果今天我们走偏的路，我们离弃的真道，离弃的爱心，耶稣基督同样是会是何等的痛心。从今天开始，我们要逐段来传讲当年主耶稣基督借着使徒约翰给初期教会七个教会的七封信、七篇的教导。今天我们首先要来看他给以弗所教会的个教导。很明显，这封信是写给当年的以弗所教会，其实这封信也是写给众教会，所有的教会，包括今天的你和我。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真正明白写给以弗所教会的那些话，今天同样是写给我们的话。因为当年以弗所教会的信徒里面，他们生命中所表现的，今天同样很多会表现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准备就借着以弗所书二章一到七节的七节的经文，我们从三个方面来思想今天这主题。主知道我们所付出的劳苦忍耐，主责备我们所离弃的起初之爱，主也提醒我们所教导的要聆听入耳。第一方面，主知道我们所付出的劳苦忍耐。我再次把第二章二节、三节和第六节为大家诵读出来。主耶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成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经文一开始，主耶稣就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主知道我们一切的行为表现，他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包括我们的劳苦劳碌，我们的一切的所作 所行，包括我们一切的心思意念，主耶稣基督都知道。当然我们知道神知道所有的一切，但是今天在这个经文，在这书信里面，主耶稣基督把他知道的又回头来告诉我们。那说明什么呢？说明主很留心我们的行为表现，也说明主耶稣很在意我们的行为表现。因为我们的行为表现在反映出我们的生命，反映出我们的生命的品格，反映出我们的生命的根基，反映出我们跟主耶稣基督他生命的关系。所以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第五章第十六节那边就已经讲，他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生命就借着我们的行为表现在世人的眼前，当然也表现在神的眼前。主耶稣要我们借着我们的好行为，让世人能够将荣耀归给神，也借着我们的行为，让我们能够跟主耶稣基督保持有那种亲密的一个关系。因为我们所行的是要行出耶稣基督要我们行的。雅各，使徒雅各也同样在雅各书提醒我们，我们的行为必须要跟我们的信心来并行，因为信心因着行为才得以成全。第二部分，主耶稣他肯定我们的劳苦忍耐。我们的生命中
为主所付出的一切的劳碌、一切的忍耐、一切的劳苦，主耶稣基督同样都知道。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信主以后，你为主的名付出了多少的劳苦。主耶稣告诉以弗所的教会，他们为主的名所付出的劳苦，主都知道，主都纪念，主也都肯定。那么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想一想，信主以后，耶稣基督带领我们进入了神的荣耀的国度里面，丰盛恩典的国度里面，我们为主的名，我们付出了多少的劳苦，我们摆上了多少的时间。今天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为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活，甚至包括我们的享受，这些都可以，不是说不行，神也乐意我们能够享受他恩赐给我们的一切。但是除了享受神给我们的恩典之外，我们又为主的名付出了多少的劳苦。今年国一堂有15位弟兄姐妹参加了一个幸福小组的一个训练，在7月份的培训里面，严希如牧师讲了一句话，深深触动到参加训练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他说，今天我们常常为着老板所交代给我们的事，我们做到死，可是主耶稣基督交代我们、吩咐我们做的事，我们死都不做。这个话也很形象，但也反映了一个很悲哀的一个现实，一个让主耶稣基督很痛心的一个现实。今天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呢？我们为世上的事情忙碌到死，但是耶稣基督要我们做的事，我们是不是死都不做？弟兄姐妹们，求主借着他的话来提醒我们，直到今天我们的生命，今天我们 的机会，在这世上的机会，都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恩典。等会崇拜完以后，我们有主餐，主餐我们纪念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爱跟恩典，我们也借着主餐来盼望耶稣基督的再来。我们盼望主的再来，不是单单坐在那边等着主的再来，我们要愿意为主的名来劳苦，为主的名能够来表现，行为表现出我们有耶稣基督的生命的品格。我们用积极的生命来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再来。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同样呼吁他的信他的所有的人，这门徒不是只是单独对当年的那些使徒们，也是对着今天的你、今天的我。要收的专家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单求专家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专家。今天我们有没有去留意、注意到我们身边那么多的人，那么多人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我们愿不愿意为主的名去劳苦传福音给我们周围的人，让他们也跟我们一样，同样能够领受主的救恩、主的恩典。第三点，主赞许我们的持守真理。在第二节、第六节那边，主耶稣基督赞许当年的以弗所教会的使徒们的那些门徒们，他说，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第六节说，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经中对尼哥拉一党人的情况没有太多的介绍，只出现在启示录这个地方，
我们不知道具体的情况，但我们知道的一点是，他们所做的，他们的行为是主耶稣基督所恨恶的。很显然，他们也是在教会里面的一些假师傅，就跟第二节那边讲的那些假使徒一样，他们带来的都是假的教导，虚假的教导，偏离主耶稣基督心意的那些教导，偏离真理的教导。主耶稣基督赞许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们，他们能够持守真理。很感谢主，当年以弗所教会的那些信徒们，他们受到非常好的真理根基的建造。我们知道当年这个使徒保罗提摩太在那边做了很好的一个牧养的一个工作。其实最开始亚基拉百基拉夫妇就在那边教导他们，亚伯罗也在那边教导他们，亚基古也在那边服侍。按教会的传统，后来使徒约翰的晚年也在那边待过。这个教会领受了神很大的恩典，所以他们的真理的根基建得很稳固，他们得以能够分辨假使徒，得以分辨假的教导。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也需要好好的建立我们的信仰的根基，因为如果没有对真理的认识，我们分辨不出假的来。感谢神的恩典，今天在麦建国语堂，神为我们预备了非常好的一批主日学老师，主日学的课程，每个老师都很认真在预备每门课的一个教导。我们有不同 的层级的这个主日学的课程，为的就是要帮助弟兄姐妹们能够建立稳固的信仰的根基。因为现在这个世界太多的异端邪教，太多的迎合人口味、人心意、人心思的一些的教导，唯独缺少的就是能够真正明白主的心意，真正明白圣经整全的真理。求主帮助我们，同样为着名，主的名，我们要劳苦，这劳苦里面同样包含着我们对主的真理的一个追求，对异端邪说我们的抵抗抵御。主所称许的，主所肯定的，我们就要好好的忠心来持守，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真正蒙主的悦纳。第二方面，我们来思想主责备我们所离弃的起初之爱。在第二章四到五节，主耶稣那边接着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主责备我们离弃爱心，离弃那起初的爱心。主耶稣肯定了以弗所教会那些信徒他们的生命以后，然而转头一讲就告诉他们，他要责备你们，因为他们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弟兄姐妹们，我们自己也想一想，我们有没有把起初的爱心也离弃了？离弃这个词是很重的，就把它完全都抛弃了。我们自己回想一下，回想一下刚信主的那些日子里面，我们的心是热的，因为我们深切地体会到神对我们的爱，神给我们的恩典。所以在那些日子里面，经常短短的一节经文就让我们的心里火热。在那些日子里面，我们看到每个人都是很可爱的，因为我们知道神爱他们，
可是今天呢？今天我们生命的观点怎么样呢？今天我们对这圣经的认识越多了很多，我们很会解经，很会教导，我们今天可能也很劳苦在服侍神，但是我们今天心里的那个爱，那个对神对人的爱，有没有失落？有没有离弃？在哥林多前书13:1-3，很快我们生命小组就会查经查到这段的经文。保罗教导当年的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其实同样在教导今天的你和我。如果没有爱，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没有益处，都没有功效，都没有意义。即使我们有再大的恩赐，即使我们有再大的能力，即使我们付出再多的，把我们的财物全部奉献，把我们的生命、身体甚至叫人家焚烧，但是假如没有爱，没有意义，在主的眼中没有意义。求主借着保罗的教导提醒今天的我们，我们今天在麦金教会里面，我们今天在我们的团体，在我们的小组里面，在我们的主日学班里面，在我们跟弟兄姐妹的彼此互动里面，到底我们的生命有没有流露，自然的流露表现出我们起初的那种爱，那种爱神爱人的爱？到底今天我们的生命影响我们周围的人，有没有影响他们更爱神更爱主？还是我们的生命使其他人对主的心冷淡冷落了？这个世界各样败坏的事情都会让我们爱神爱人的心冷淡，但是我们弟兄姐妹的生命不能再让其他弟兄姐妹的心来冷淡。这是主耶稣基督的心，弟兄姐妹们，主期许我们要悔改，要复兴。所以耶稣基督接着说，你们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首先是要回想。今天也许我们随着年纪越来越大，我们记忆力越来越差，但是我们还是要回头去想一想，想一想当年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爱，给我们的恩典，想想过去这么多的年岁里面神给我们的爱，给我们的恩典。借着这回想，我们能够察觉到到底我们那起初的爱心是在哪里坠落的。坠落这个词是个完成式，在原文的时候是完成式，就是我们不知不觉当中把起初的爱完全失落的，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就忙着服侍，我们也许忙着追求对圣经的真理的认识，但也有可能更可能我们忙着世上许多的事，我们就把那个爱心给坠落了。主耶稣基督他提醒我们要去回想，当年当耶稣亚带领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以后，他就叫他们每个支派派一个人从河中取的12块的石头带过约旦河，立在岸边他们住宿的地方，作为一个见证，作为一个恩典的记号。这是当年耶和华神吩咐耶稣亚所做的事，以色列民就遵行做了。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也回顾回想一下，在过往的那些日子里面，神有哪些的恩典的作为，大能的作为，在我们的生命中
我们有没有一些的东西，像一些的石头，恩典记号的石头，放在那边，就放在我们的书桌上，放在我们的厨房里面，放在我们的客厅里，提醒我们，提醒我们神为我们所付出的一切。明年是国义堂开始崇拜的20周年，我们现在的计划，明年会有一个感恩的一个庆贺，感恩的回顾，也感恩的来展望神要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在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是从国义堂一开始崇拜就在我们中间一直在服侍，一直忠心服侍到今天，我们可能都还记得，记得当年我们是如此的热心的一次彼此的搭配。最近一个姐妹送给我一个短信，她就提到，她说当年刚开始崇拜的时候人很少，每个人都要付出，带师敬拜、煮饭、光顾，只要是基督徒的每个人都努力的付出，大家一起同心的服侍，哪里缺少人就有哪里，就人就自动就顶上去。他感恩今天国义堂有许多的弟兄姐妹，许多的人才，许多很有恩赐的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回想他在我们生命中的恩典，然后就来悔改，把我们所失落的我们要悔改，要回转，而且要行出来，要行那个起初所行的事。弟兄姐妹们，主耶稣基督还记得我们当年起初所行的事，你还记不记得？记得我们就去做，因为我们已经做过了。主的这个命令其实也反映出今天很多时候其实我们知道应该做什么，因为当初我们都做过了，只是今天我们不愿意去做，这是我们的问题，这是我们要悔改的地方。我们在哪里坠落，在哪里失落，我们从那个地方悔改，重新复兴我们当初对神对人的那个爱。主耶稣还警告，假如我们不悔改，他的审判就会临到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灯台是神的教会的一个象征，一个标志。如果爱神爱人的心没有了，我们的见证就没有了，见证就失去了。大家读过旧约的大家都很熟悉，也印象很深刻，在以西结书第十、十一章的地方，当年神借着以西结的先知让以色列民看到一个景象，就是神的荣耀离开圣殿，神的荣耀逐渐离开耶路撒冷城，因着以色列人的犯罪，因着他们离弃的神，悖逆神。如果神的荣耀离开了，即使那圣殿的建筑物还在，那就已经不再是圣殿了。如果神的荣耀离开，即使那城墙还在，耶路撒冷城已经不再是 神的圣城了。弟兄姐妹们，今天同样是这样，麦城浸信会假如没有这个爱神爱人的心在我们弟兄姐妹的心中的话，即使我们的这建筑物还在，我们也失去了成为神的灯台的那种荣耀。即使我们今天还在一起聚会，如果我们失去了爱神爱人的那个心，
神的荣耀不在我们的中间，神的能力不在我们的中间。主耶稣警告我们，可以说是很严肃的来警告我们，今天我们需要悔改。每个周三上午我都会跟袁传道一起祷告，为着教会的事工安排一起祷告，非常经常的在祷告中我就提醒我自己，也跟袁传道来复勉，要提醒明白今天在教会的服事是一个神的恩典，明白神的托付是非常重大的，因为今天我们两个牧者所牧养的是弟兄姐妹属灵的生命。因为对于传道人来讲，这个危机，失落爱心的危机跟挑战同样是很大的。今天很容易让我们失去爱心的，是当我们追求真理、坚持真理、学习教义的时候，就把这教义变成冷冷的一个教义。一个危机是当我们劳苦服侍、努力服侍的时候，忙碌服侍的时候，就把爱心给失落了。危机在有时候我们把服侍作为一个常规的一个责任，当然不单单是传道人，每个服侍神的人都有这个危机，都有这个挑战，我们都需要回想，都需要悔改，都需要重新来复兴。神借着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二书同样一再的提醒我们要彼此相爱，这是主给我们的一个命令，一个很重要的命令。我们有爱神的心，我们才能爱人，我们如果不能真正的爱人，我们就没有真正爱神的心。求主帮助我们。第三方面，主提醒我们所教导的聆听入耳。在第七节，主耶稣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这也是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虽然这封信是主耶稣基督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书信，但主耶稣说这也是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就是当年耶稣基督给以弗所教会信徒的教导，也是给今天的你和我的一个教导。今天内住在我们生命中的圣灵也借着主耶稣基督的话来对我们说话，来提醒我们，同样来责备我们，同样来帮助我们悔改回转。主耶稣接着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大家其实对这句话应该很熟悉，因为在福音书里面就已经记载了，主耶稣基督有八次都讲到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主耶稣仿佛在福音书里面教导当年的在他面前的那些使徒、那些门徒跟听到的那些以色列民，今天主耶稣还特别的针对教会中的信徒们，针对今天的你和我再来提醒，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边凡有耳的是单数，也就是耶稣基督这话是对每一位基督徒来说的，对你对我来说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耳，为什么主耶稣还要说凡有耳的？那就是我们这个耳朵是要能够真正听，把话听进去的那个耳朵，真正把话听进去的是一定会带来我们生命的改变，带我们生命的那种影响力。凡有耳的
就应当听。主耶稣基督就按照我们的行为表现，按照我们的生命的反应来看，我们到底是不是真正用耳在听，看我们是不是真正听进去。然后耶稣基督也应许说，得胜的就必获得他赏赐的生命树的果子，因为得胜的他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得胜这个词在启示录里面出现了17次，使徒约翰一再用这个词来勉励、来激励、来提醒信徒们，也是提醒今天的你跟我，我们要有得胜的生命。得胜的就有福了，得胜的就能够获得他生命树的果实。求主今天借着他的话提醒我们众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知道今天耶稣基督有他的托付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今天耶稣基督有他的恩典，有他的这个慈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神让我们活出来，也让我们行出来。教会不过是灯台，只有耶稣基督是那灯台上的光。如果我们这教会失去了耶稣基督灯台的光，我们就失去了教会存在的意义。弟兄姐妹们，等会我们会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愿那灵火复兴我，盼望我们众弟兄姐妹们，我们用我们的心好好的唱，我们用我们的生命好好的来回应。如果我们信心失落的，我们要悔改重新再得着。我们的希望、我们的盼望失落的，我们要悔改重新再得着。我们的爱心失落的，我们也重新悔改再得着。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荣耀的恩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你的慈爱，感谢你在我们生命中所做出的一切美善的一个作为。求主你就借着你自己的话语今天来教导我们众弟兄姐妹，让我们明白今天我们的生命、今天我们活在这世上的机会是你给我们的，让我们的生命好好为你而活，为你的名劳苦忍耐持守真理。我们也来持守起初对你的爱、对人的爱，包括对基督徒弟兄姐妹的爱、对福音朋友的爱、对这世上那些还失散的灵魂的那个热爱，让我们能够过一个得胜圣洁的一个 生活跟生命，能够来荣耀你的名。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林牧师今天美好的信息，提醒我们起初的爱，好叫我们不忘初心。我们用这一首诗歌来回应他，愿那灵火复兴我。愿那复兴我的灵火重新再来一次复兴我，起初的信心何处失落，我愿悔改重新再得着。在明媚的春光里，在幸福的生活中，我们陶醉，我们欢乐，早把主恩典忘记。愿那复兴我的灵火重新再来一次复兴我，
的希望何处失落，我愿悔改重新再得着。在稳妥的视野里，在迷人的笑声中，我们游戏，我们沉迷，早把主恩典忘记。愿那复兴我的灵火，重新再来一次复兴我。起初的爱心何处失落，我愿悔改重新再得着。在艰苦的岁月里，在百般的试炼中，我们祷告，我们警醒，勿把主恩典忘记。愿那复兴我的灵火，重新再来一次复兴我。起初的兴旺爱何处失落，我愿悔改现在就得着。弟兄姐妹们，现在是主餐的时间。主餐是主耶稣当年所亲自设立的，我们教会按照主耶稣基督的教导，每个主日的每个月的第一个主日，我们都有着主餐。我们借着主餐来纪念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他的恩典，来盼望耶稣基督的再来。也就是主餐在提醒我们好好用我们的生命来预备迎接我们的主。所以下面我先为大家读出一段的经文，在马太福音26:26-29。马太福音26:26-29，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下面我们会用一分钟的时间，请弟兄姐妹们在主的面前，我们来好好的省察，我们来思想主的爱跟主的恩典，我们也省察在过去这日子里面，我们在神的面前有没有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并立志悔改，过一个圣洁的生命。默想之后，袁传道会为我们带我们一起为饼和杯来祝谢。我们来到主耶稣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舍命流血的主，今天我们弟兄姊妹再次来到圣餐座前领受饼和杯，我们也是思想
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恩典。今天我们成为何等人，能够站立在神的面前，实在是我们的恩典。你不仅拯救我们，你也保护我们，脱离了病毒瘟疫对我们的迫害。我们今天真能够领受主的饼和杯，实在是我们莫大的恩典。我们也是来到主面前，有一个省察警醒的心，因为我们的神他是洞察我们人心心思意念，他不仅仅知道我们外表的行为，也更加知道我们心里的每一个心思意念。我们也是试想，在过去的年月当中，在过去的一个月当中，我们若是想起来有哪些思想和行为对罪神得罪人的，我们也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也是在神面前一定心志，我们要悔改。如同今天讲到当中信息所分享的，林牧师也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若是有哪些不讨神喜悦的，也帮助我们，也使我们不仅仅有悔改的心，更加有 悔改的能力和这个勇气。也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真的能够立定心志在主里面悔改，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好叫我们以后的日子，在接下来的日子，我们更加有一个真正的得生，一个圣洁的一个生命和生活。主啊，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好，请弟兄姐妹们拿出所预备的饼和杯。我们也欢迎所有已经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并且借着水礼做过公开见证的基督徒们，跟我们一起在网络上也一起能够同守这个主餐。假如你还没有受过水礼的话，我们就鼓励你尽快能够借着水礼来见证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恩，那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同守这个主餐。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让我们一起同受主的饼。主耶稣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让我们一起同领主的杯。让我们一起向主献上我们的感恩祷告。荣耀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十字架上所彰显的慈爱和恩典。你的身体为我们破碎，你的血为我们流出，为的是把我们从黑暗中带领出来，引导我们进入神荣耀恩典的国度里面。你为我们犯下了许多，你为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血的代价。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有个感恩的心，也有一个报恩的心，让我们真正愿意用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你的爱，活出你的恩典，让我们的行事为人能够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我们今天都在盼望着恩主你的再来，你提醒我们不要单坐着等候你的再来，我们要很积极的生命，劳苦服侍你的生命，为你的真理来持守的一个生命，来等候你的再来，盼望当你再来的时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被你称为忠心良善有见识的仆人，领受你给我们的生命的果子。感谢赞美主，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们请坐。下面是教会的事项报告时间，我们也是仍然欢迎弟兄姊妹们，我们在教会的一起来参加我们的网络主的崇拜。我们也是欢迎大家有时间许可，我们也能够在崇拜前8:45到9:00之间能够进入如母聊天室，我们也是在主里面互相的交流分享，有更好的认识。每周三晚上7:30我们有祷告会，我们也是在神的恩典当中，把我们个人，把我们所在的小组团契，把我们的家庭，包括我们的教会各样的需要，都能够一一的带到神你的面前来。我们也是欢迎来到我们教会的新朋友，假如说你还没有参加一些小组团契聚会，包括主日学的，也能够希望你能够主动的和我们教会的牧者同工联系，包括联系林牧师，联系我，或者是你所知道的所认识的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把你们介绍到所合适的一些小组团契，包括主日学课程。奉献是我们每一个信徒的一个本分，我们也是欢迎弟兄姊妹用合宜的方式来奉献，包括 e-transfer 电子转账，或者是其他的把支票寄到教会，或者是礼拜一到礼拜五来到教会把奉献投了教会奉献信箱。我们夏季的主日学，我们6到8月，我们这次一共有4门课程，我们欢迎弟兄姊妹和朋友们能够参加合宜的主日学课程。另外提醒，本周四就是8月5号晚上8:00，我们有国语的读经分享聚会。这一次的主题是从以赛亚书看审判与安慰。好，我们也再次提醒，我们有这个弟兄的蓝人的天空，有弟兄的团契，是从9月的第3周我们开始，所以我们也欢迎所有的弟兄，包括男士啊，信主没信主都可以一起来参加。我们是在组里面大家一起来交流，来学习，来分享。我们先看视频，然后呢大家会一起来交流分享。我们希望我们的男士们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更新，能够最终成为一个讨神喜悦的好男人、好丈夫、好先生。好，那这次就是他们男人的天空团契的一个 post 啊，我们也欢迎有弟兄们、有男人们能够参加的，也能够来及时报名，可以和刘文伟弟兄来联系。好，教会的重开的信息，我们目前呢，整个麦金教会各堂呢正在积极筹备。重开的一个主了实体的一个崇拜，每个确定的时间呢要能在最后再公布。另外告诉大家，就是我们在外面的露天的花园Sunken Garden 呢已经开放，可以给不同的小组团契施工的聚会来使用，但是要来使用以前的需要向教会来 book 来预定，它有不同的时间使用都有安排，也请大家能够来留意。我们国语堂的主了崇拜四个敬拜呢，这个主了已经现场直播，大家都看到了我们四个敬拜事情的。我们弟兄姊妹很感恩今天我们一起来到现场有实体的一个直播。同时呢，我们国语堂施工会呢在8月份我们也将会来开会来讨论这个预备实体重开的，我们有各样的预备，包括设施，包括迎新交通的主日学安排，包括安全卫生隔离的有诸多的服事安排。我们也求神来帮助我们在这个真正的实体重开以前，我们都能够做好各样的预备。也请弟兄姊妹留意，最终实体重开的时间定了以后呢，我们也会及时报告和更新告诉大家。好，另外会讯就是在这个上一个周六就是昨天，王龙姊妹的父亲王子的弟兄安息主怀，大家也是昨天在组里面都有一起来纪念。我们也求神继续的来安慰纪念王龙姊妹和他们的整个家人。假如说弟兄姊妹愿意的话，有许可的话，也能够在秩序单可以上网上有他们那个纪念的一个链接，我们仍然可以在上面留言来纪念他。
好，下面我们就请大家一同起立，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一起来诵读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多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让我们一起同心领受祝福。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